做的好精致扎实。对，这个是从面的哦，好棒，连底底都会操作，太厉害了。我当然会嘛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会啊。哇，这边这个材质用的真是好，这个材做的好精致哦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这个 KDC 品牌，它有两个品牌，一个是他们一般，因为它其实是专用工具，专用工具，就是丰田汽车 Lancers 他们在日本的专用工具。完之后，他们在京都这个工厂进，很有历史，对，60年，哇塞，70年了，还是70年。然后，所以他做的东西，因为它是专用工具，对。那以前早期在做，就是以前早期汽车都会配工具，对，没错，嘿。就是以前的汽车工具其实都是很好的工具，没错，只是没有品牌。对，那以前丰田汽车的全球的车载工具都是这家做。哇靠！那只是说因为现在汽车没有在送工具，对，是选配的。选配的，但是它就是它的精度在日本是第一。哇塞，好棒！它这个是它的高级品牌。哇靠！这是它一般的品牌。了解。那一般的品牌，现在你到日本那些。正常的维修厂、修配厂，对，他们都还是在用这个这样子，他们专用的，专用的，对，哦，好棒，对，好。那这个的话是他们的高级品牌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木头柜的话，他们是跟知名的家具公司去合作，对，在日本一个飞弹家具去合作，哇靠，那它的特色就是，你看它完全没有滑轨，没有滑轨，对，它是没有滑轨的，然后它也没有任何一根钉子，哇，因为它是用铅合。哇，那个木准，所以他说对，榫接的，对，非常，对，所以天哪，那其实它实际上也是可以使用，这已经变收藏品了哈。对，那你看这些都榫接嘞，榫接的木工具，木头的，他们还是可以符合一般，比如说你泼什么刹车油什么油下去，它都不会腐蚀。有做保那个做表面处理，他们有去做他们对，也有做他们的测试。这个是限定品，不是，哇靠。那离子度的话，就是我们一般电镀的镀层，对，它是金属的镀层，对。那有些人对金属它会有一些过敏的状况，所以它上一层离子度之后，跟金属隔开来之后，你就比较不会过敏，是对消费者比较温和。哇，不经过师傅解说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竟然是太棒了。知名品牌，还有做户外装备，哦，摸起来就是舒服。我这还弄了一台车在这里，工具组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，我们看的是后面那个架子，那是工具架，所以算是一个维修车，如果在国外比赛可能都是要用这些东西，坚固耐用可靠，来保养我们的比赛的汽车或车辆，达到最好的效能，真是厉害。
做得好细啊，这些工具